感谢关注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因为是粉丝了，嗯，因为提示了，没有的加入学到。小王两个抱枕，你看你也知道我没过去都不自然，拿着镜过的。你们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们现在暗场好多人，好多人。什么？我本来就不能跟你关在里面，得劲啊！不得劲，就是劲。你处理过人你说什么这个怕影响你嗯，没事，不用影响不到我，你想怎么过怎么过，影响不到我，这个别让你跳着过蹦着过。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你这人来了，你也可以这样过，对吧？那么你过一遍试试嘛，不是试一下别说是要是要把你口语的，就不要咬了嘞。这不坏。他没做好。太美了，谢谢啊，谢谢你的喜欢。哇，对，我这回来了，我给你可以录一个镜。你不敢说。又一个不敢说。我真的不行。对，就等着他过去不行，他过去不行。啊，你来了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们好，感谢关注，得给主播录一个关注好不好？我们900多人，然后把赞录到10000好不好？给主播录到10000好不好？录起来，感谢你们。我他这个我是熟的熟的。你给那小姑姐这样。啊，你里头我就喝了好几杯，你完全不敢了。我也给你点。让梦晴抢呗。让梦晴放我一个了。飞天小姐姐，你千万不要放我，爱你哦，爱你，很漂亮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喜欢，可以往我榜上上一上，好不好？往我榜上上一上，如果看到走的不是很快的时候，我会提醒你们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我不是帮你的，太吵了呀。暗场现在好多人，我们暗场现在好多人。主播再播18分钟，主播就下播，好不好？主播下播，现在确实有一点吵，我说话。今天播了一场了，我嗓子都哑了。今天已经播了一场了，听不到我说话，这样可以听到了吗？这样可以听到了吗？他们声音好大，加上音乐的声音，加上暗场音乐的声音。嗯我嗓子快说不来话了，我的粉丝们，啊，诗坛一号院，诗坛一号院，山东临沂坛城的项目，山东临沂坛城的项目，可以吧？林娘，过。我要是不是这么熬夜就干嘛？我进的，一点都不假，就是因为太近了，进的。我的系统，那是我的同事，看到没？这
关注的，感谢我星儿学妹送出的机器，可以往我的榜上上一上，然后给主播分享一下，给主播分享一下，让主播往上一上走一走，感谢关注，因为主播都关注的，感谢主播都关注，让主播往上一上走一走。谢谢我余生的夸奖，谢谢你们的夸奖，可以给主播分享一下，或者是把小红心主播。